世人具体沉溺于爱欲之中。这句话是现前，可以说是全世界社会的写照。这不是一个地区，全球性的啊，都沉溺在爱欲之中。啊，情爱欲望，啊，这个情里头真有爱吗？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佛法说永恒不变是真的，见异思迁是假的。啊，今天这个社会上真有爱情吗？真正有爱情还情有可原呢，都是虚情假意呀。啊，大家互相欺骗呢，一丝毫真诚都没有。在今天这个社会，不像人间的，有人说人间地狱，这个话我们越想越有道理。啊，地狱在哪里？今天人间是地狱。人伦基本的道德观念都丧失了，完全丧失了。啊，我们讲五常，确实今天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。啊，中国过去社会这五常是底线，任何人都得要有，啊，没有，你怎么立足于社会？啊，不能不讲究这五个字，啊，人推己及人，啊，想自己就要想别人，从哪里想起？先从父母想起。然后想妻子儿女，然后想兄弟姐妹，一层一层扩大。啊，要尽自己的本分呢，要爱护这些人，要关怀这些人，要照顾这些人，要帮助这些人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人只想到自己，除自己之外都不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是欲望啊，情绪啊，夫妻之间恋爱结婚了，你要问这结婚的两个人，你们两个当中互相真的相信吗？哎，他会摇摇头，走着瞧吧。嗯，
这个态度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观望。不能长保啊，几天分手的有，几个月分手的有，一两年分手的很多很多啊，都在造罪业。啊，给谁结了怨呢？如果他生了小孩，给这小孩结了怨。啊，你们不和，他受罪了，他的怨恨这一生一世都洗不掉来生后世有意无意遇到了，能不报复吗？